精品品牌举办开幕酒会，小乐、吴思贤、钟晨汉、丁春琛，超多大咖共襄盛举。好久不见的妮妮、陈婷妮以学院风装扮现身，小编都要恋爱啦。不过刚参加完釜山影展的妮妮，究竟有没有顺利见到男生赵寅成呢？我其实我有遇到他的背板啦，就是没有遇到本人，但我已经蛮开心的，因为第一次遇到这么巨幅的赵寅成。所以就是有跟他的背板拍照，他下次还有机会。没错，我们妮妮机会多的是，而压轴现身的佩姐蔡依林霸气登场。再说到爱犬呜呼的新造型，小荣整个大失手。昨天因为万圣节，然后我在上海，但他的那个老师有帮他做一下万圣节的搭配，我觉得非常的疗愈，所以就赶紧分享给大家。当然大家希望你分享的不只有比熊可爱的模样，大家更期待的是你的新专辑现在究竟进度如何啦。我们大概11月底会有一些更详细的发行的时间给大家。对，解说11月底会有消息，赶快存钱买专辑啦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